喝一杯鸳鸯，鸳鸯应该是香港方面的，茶和咖啡在一起。一块四毛钱。这个荔枝李记，所以它的这个鸳鸯和它的奶茶就算是它的这个 signature。这个招牌奶茶，喝完这杯茶，谢谢。刚才跟那个大嘴聊聊，是比较经典的。好香。